除了中国经济，人工智能同样也是博鳌亚洲论坛备受关注的热词。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和通用技术，人工智能被认为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人工智能元素可以说是遍布会场内外。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还结识了一位特殊的朋友。我现在是在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的现场，在今年的论坛上呢，我注意到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我的 AI 分身，百璇，你来给我们说说你在这个论坛上有什么样的新观察。百璇，终于轮到我上场了。就像你说的，人工智能的话题的确很热。你看，在整个论坛议程当中，就有三场分论坛直接涉及人工智能的相关话题，分量很重。比如说，科技革命起点离我们有多远？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世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我总结了一下，就是人工智能怎么用、怎么看、怎么管。讨论嘉宾碰撞出很多跨领域的思想火花。我发现，其实会场内一些不经意的细节里，也藏着意想不到的人工智能元素。你看，这个在外国嘉宾之间传递的翻译器，其实是个人工智能设备，能自动识别语言并给出翻译。这个会场里新设的饮料瓶回收机，也是靠人工智能和机器视觉技术，代替人工给各种瓶瓶罐罐做回收分类。我还发现，这样新的传感器被安装到会场酒店房间的空调出风口附近。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背后其实是一整套中央空调人工智能控制系统，可以根据当天的天气自动调节室内的温度，提高设备的能效。今年呢，我们首次落地了五项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会晤方面做些探索。办会也用上了人工智能，这是此次博鳌之行的一个意外收获。还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现场有很多跨领域的经济学者、智库专家也把目光投向人工智能主题的分论坛。他们和我一样好奇，想知道人工智能在未来会如何影响各行各业。如果你原来做的就是一些特别重复性的，然后这个没有特别多技术含量的，那这方面可能的确现在 AI 通人工智能能做到一个不错的水平了。The AI affect the media industry because we are really concerned about this issue. I think the job might change. The jobs of finding out what's true, what's happening, those jobs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This is what humans are going to do. 2030年，整个生成式人工智能会产生超过30,000亿美元的新的经济规模。这个可以在任何的领域，也包括呢这个教育、医疗。金融、交通、制造。我发现，在本届年会上，只要碰上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分论坛，常常都会出现这样排队进场、座位爆满、拖堂的情况，这足以证明这个话题的热度和关注程度。我想，面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我们既拒绝盲目乐观，也不接受末日预言。人工智能的发展就像博鳌这里的天气，虽然有时炎热，但总是明媚向前。